三号哈，最近就是比较忙一点点，那我吃的食物都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不管公司也比较忙，那时候刚北京、香港、北京、法国 MV 拍完，反正就是很忙就对了。然后还有导演那边也出问题了，他 case 接到手软，当然是跟唱歌完全没关系的。他唱歌有点像是 support 我，他也觉得我做歌很有趣、很好玩，几乎是没赚钱在做。对，歌写红他赔20万，我那时候每个朋友都说他是骗子，因为那时候也才刚认识他嘛，明白？那时候也认识他好几年，只是我朋友他们觉得说，怎么可能赔20几万？我那时候还贴了他5万还10万吧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在骗我。也是在做梦想的啦，然后啊，导演最近生意比较好啊，信义房屋啊，广告，商业广告，信义房屋啊，国军啊，国税局啊，就是一些那种商案的，对对，不是做歌手的 MV 的，也在忙，所以没办法帮我剪短片，所以我最近就没办法出太多短片了，对，跟大家说一声，最后1月3号，然后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越来越好。